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开箱这件单品是Dubtips 2021年秋冬的这个算三方联名单品哈，跟那个 SSE 还有长谷川昭雄合作联名发售的这一件三用的算是棉绒外套，因为它里面是填充物是棉花。好，那这件它设计的话，本身是用 Dubtips 它自己很招牌的那个 Modular 的。造型去设计，像它口袋就是非常多，就很多这种 口袋视觉上的设计，然后军风设计。好，那背面的话就是全素的。OK，那它一共的话，这一件它有14个口袋哈，左边各7个，左右各7个这样子，14个口袋。好，那等一下再一一展示给你们看。那这一件呢，除了它本身设计上之外的话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这个袖子啊，两边都可以拆下来。那拆下来就可以变成背心穿着，那就，实用度真的非常非常高哦。那这一件的在售价格也是，真的是非常的惊人。好，那再来逐步跟大家介绍细节的部分的话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有做一些这种凹豆的这种扣环哦，凹豆的这种扣环的设计，两侧都有。然后白色小标一样是少不了的嘛，WF 是这个，看到吗？白色小标，有一点点，可能有点曝光，反正就一样的小标。然后再来的话，看到就是袖子这边，好，左手的袖子这里有 SSZ，还有这个 AH 的缩写的这个电袖 logo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可以吗？我看一下，拍不拍得到？这是 SSZ，然后再来这边有 AH。好，曝光，讨厌，拿远一点。好 然后再来的话，我看一下另外一边有没有。好，OK，部分细节的部分就只有这一些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版型的部分。那这一件是3号的哈，拉链算蛮好拉的。它中间的开关设计是纽扣搭配这个拉链的设计。好。然后拉链的话是单向拉链哦，就不像有一些外套是双向的，单向拉链。好，打开来，稍等我一下。OK，那内部的话就没有其他口袋设计，那里面就是用这种算是比较滑顺的这种面料哈，像这算是应该也是尼龙面料啦，好，比较滑顺，那增添。就是穿着的舒适度，那这跟外面房间的那种羽绒外套的内里嘛，就是几乎是一样的那种花花的。好，那这件是 L 号的，然后本身这一系列的设计啊，就比 Double Tips 它原本的版型再大一号，所以选尺寸的时候你们可以再注意一下。好，那这件的话是3号的，那我穿起来就还蛮合适的，好，宽松度、松分都很刚好。你们看一下，它手袖的部分，它是做魔鬼毡的这个粘连设计的，然后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哦，因为尤其在冬天，这种基本的防风的就很重要。然后它手袖除了有魔鬼毡设计之外，它后面这边是松紧带的。OK，好，再来的话就是口袋的展示，口袋的部分有14个嘛。左右两侧都各有一个哈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，然后再来就是刚刚一个嘛，二三，然后四，这个拉开就是整个底下这个范围，我看一下看不看到，可以，好，就是这整个范围，好，这个拉开就是这两个口袋的范围，那这两个就是个别的单一的口袋，然后是用魔鬼毡设计的，好，再来的话胸前这边有一个。好，这边一个，再来上侧，好，上侧这边有一个大的，好，也是魔鬼毡设计，然后再来就是最上面，这边再来一个，好，这样一共加起来是十，这边7个嘛，所以两侧加起来是14个，对啊，那突然宕机，好，那这是长袖版本的这个版型跟大家分享，你看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
然后再来的话，我就把首秀拆下来给你们看。那首秀的部分，它是用这种拉，它是用拉链设计的，所以它的密合就基本上密合度没有任何问题哈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先把它拨开了。它首秀这边是拉链设计的，那一般你把它拉起来的时候，这边你可以把它折下来，那就看不到了。现在隐藏得非常好，好，然后拉链的部分呢、啊，它是这个拉链头，诶，我记得是在，对啊，是在腋下这里，好、哦，是从腋下这边开口的，然后就把它解下来，等我一下哦，因为有两只，OK。稍等我一下哦。那这件深蓝色，我觉得它颜色很好看，然后又可以三用。我真的，也不是三用，其实是两用，因为你不会单独穿袖套嘛，对不对？袖套不会单独穿，所以应该是两用啦。Sorry。好，那这就是背心的版本，就长这样。那你这种秋天啊、春秋都可以穿哦，因为你看。变成背心之后，可以感觉到它更大件，因为刚刚有袖子，所以感觉不出来嘛。有背心之后，你会感觉它就是明显的就看得出它比原先版型还大哈，有没有？L 号。然后这种秋天啊、春天这种比较凉的时候，或是冬天，你可以打毛衣啦，就比较室内的时候就很好看。好，那大致上是这样哈。那如果对商品有需求或者其他疑问？欢迎再来去联系哦，拜拜。